越来越大了，求得安上。2020年8月30日，洪水又来了，乐山的洪水又来了，洪水，哇！今天人家好的水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月19号早上7:40，这里是四川泸州沱江一桥桥下，水位已经淹了很多门市。劲儿都劲儿了，那个看到个房子点点儿喽，把那个到那点儿嘛，那点儿走起来吧。暑期又涨洪水了，你看看好深，老师桥都看不见了，毛灯都看不到。你看这水，你看那儿嘞，那都是今天早上的14.8大，哇，好大的水！灯笼要垮了，这就会琢磨凶你啊！哎呦！上坪那阵冒起来进水，冒起来进水。上坪里头。现在哈哈儿可能涨了30公分，整个门前罩不住了，来得很陡哦。摆在那边哈，摆在外头，再往下冲吧，摆在外头。白女干哪嘞？太危险了，回来！快点，大水来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看看，我看到。那个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路吗？还是我们平常开车那个路吗？过来，走，看到你开车了，出来，咱们去开砖一下呀。赶紧过来。
我跟你说，你那车子又开始涨了。你说啥子来吧？哦，走了。我这个专业又给人家拍上了。舅舅的房子还有两孔，这个舅舅的房子还有壳，这里舅舅的房子已经没得了。这里还有几个加工的房子已经成了河了。Thank you.